上警帽，挂上彩带，熊在化身防灾大使。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机车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他今天首次的出任务，就是来到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防灾馆。胸前的2017金牌换成台北简写 TPE， 熊赞终于有工作了。比赞表示好兴奋，一时得意忘形，还疯狂拍打消防员的头。头要低下来，很好，小朋友表现得很好。配合92118周年，熊赞带着60位幼稚园小朋友变身消防员，练习地震保命三步骤。熊赞加油！加油加油，熊赞加油，你可以的。要用第一姿势，然后用你的手呢去保护你的颈部。熊赞身材圆滚滚，想躲到桌子下有点卡卡的，还是敬业完成演习任务。来，小朋友赶快坐避难位置哦。总统蔡英文也到小学视察地震防灾演练，国家灾防日演习要让防灾知识变成民众生活常识。记者杨其浩、李丽珍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